都可瘦，这狗没有一个胖的。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21日，哈尔滨刘立晓动物救助站的救援人员正在救助的路上行进。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则求助。有一家养殖户要将自己饲养了很多年的狗狗呢全部出售给狗贩子，然后呢进行这个屠宰买肉。我们接到这个求助之后啊，也在这个和我们这个救助站负责人刘丽大姐呢和我们一起商讨想办法怎么样解救这批孩子。然后呢经过我们这个大家共同努力，最后呢跟这个狗主人协商，以这个3500元价格将这些孩子们呢全部救下。今天呢我们将前往这个孩子们的安置点去接这些狗狗们。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了，来宝宝来。那个坏了，他那个骨头那儿啊，孩子坏了，走了，看看坏了。哎呀，宝宝，哎呀，这一个个在我的身上。哎呀妈，小孩啊，这家这毛这都冻得绑绑的了吧。来，孩儿姐看看，来，都冻绑绑的那毛身上，小柴，那小毛啊，姐看看来，来，宝宝来，到，你妈个孩儿啊，到点，毛儿冻得根儿立了都，多冷啊！你说，现在我们到这个救援现场了啊！看这孩儿，哎呀，泰迪受擦枪了，受擦枪了都，妈瘦的，等着孩儿啊，接你们回家啊，接宝宝回家。斗牛特别着急呀，还让孩子们救回来了啊！那一个个可瘦了，咱到这个宠物医院了，仁康宠物医院，再给他们准备化验。他们先别出来。那门搁那儿啊，你得拽拽拽一拽。拿个东西垫下，拿个凳子吧，别拽出来站着。那门。那狗都可瘦了，泰迪啥都可瘦啊，他这狗，他那个脑门有伤。眉毛上有伤，这些狗有好几个都是有一点小刮蹭的伤。看这个小毛冻的都硬邦邦的，这个立了。这点我们给他们采完样呢，现在这个是犬瘟细小，常规化验都给他们做，每一个都做。看这些孩儿啊，看看这是不是冷了，孩儿是不是冷了？还是这宝冻的，是不是冷了？看一个个冻的都堆在一起了，这孩儿冻的都堆在一起了。哎呀，孩儿啊，等着啊，咱结果出来，咱要没有什么疾病，咱就回家啊。我们现在等结果，在这儿给他们做化验了。刚才这孩儿的眼神啊，不怕了啊。
到火还来了啊，到时候给你找好人家孩啊，宝宝，到时候再给你们找好人家啊，到时候再有暖和屋子住，再有好吃的零食，再有爸爸妈妈的疼爱啊，那不在外面冻着个笼子里待憋了八屈的。给大家看一下化验结果，这些孩子全部都是健康的，全温细小都没有，所有的孩子都是健健康康的。对，有一个狗崽儿，是这个小，还小，它长更小了，这个小，没成年呢。走，哎，现在抱多胖啊你！在哪儿呢？他这狗都可瘦了。来一个。哎呀，动手都是哥哥，帮他们。来。现在冻得我的手都直嘚瑟了，何况他们呢？给我的孩儿来。他这个都可瘦了，再过一个，每一个都可瘦了。递过一个，我就拿走了。我不要，这个。都可瘦了，这个。慢点，还有啊！那你想不点点的，就想那个呢？床底下是吧？快起来，来吃点饭吧，孩儿啊，好可怜。哎呦天哪，孩儿啊！慢点吃，还有啊，这都给你留着。搁坏了。小孩呢？小孩小毛草来。那孩子，给他吃饭去，去吧。给他置办那个小床，给铺一铺。换衣服啊！噎着了，没吃噎着了。慢点啊，孩儿啊！几天没吃饭了，饿的呢，饿扁了。都可瘦，这个没有一个胖的。老虎。这都瘦的。看看，瘦的。